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台湾银行合唱团以及指挥林玉莹老师。各位贵宾，大家晚安。那我仅代表台湾银行合唱团，谢谢李董事长这么大力的支持。我们从四月成军到现在，非常的努力练习。那今晚要为各位带来三首曲子。那我记得，董事长一来的时候就有告诉我要唱古典的，所以我今天第一首要带来的就是，古典音乐之父巴赫的《G 弦之歌》。它原先是一个管弦乐曲，那我们现在把它改编成合唱曲。那我希望借由台湾银行合唱团团员的歌声直达天听。第一个祈祷世界平安无灾难，第二个祈祷台湾国运昌隆，第三个祈祷台湾银行事业蒸蒸日上，第四个祈祷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贵宾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喜乐。谢谢。
湾银行的爱让我深深的感动，那所以我才请康经理还有他的儿子来桥段了这一段。那刚刚的这首曲子是萧泰然先生，他是台湾的当代作曲家，那他把台湾的很多的民谣传到世界各地。那这一首点心蛋，我不知道各位刚刚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肚子有点饿，那旁边不晓得有没有夜市，你们可以去吃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民歌组曲，那董事长一直交代要古典，所以呢我特别商请了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的系主任那吴伯明先生，他帮我们编写了民歌如果让我们看云去，看女孩为什么哭泣，那这三首曲子呢我们把它编成组曲。那其实请音乐系的系主任来编，你就知道那难度有一点点难。那我本来想放弃，可是他们硬练就把它练起来了。我们待会来看里头有很多的作曲的手法，轮唱的啦，或者是节奏的感觉。那唱到中间，如果你们兴趣起的话，我可以指挥你们唱一唱。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同乐，谢谢。